对啊，这样比较像你嘛，这样比较正常一点啊。刚才那个太慢了。刚才都像那慢动作的。哦，还会跳高链哦。好，跳两个。你那个坡如果有准备好，你就跳两个。你会撞到的地方真的要注意啊！你会撞到的就是那几个地方而已。算了算了，等一下你前面被你撞掉，我看不要了。还没有那个吸座的时候，先不要。有人不要跳、这样的尾数是够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比较正常了，昨天也没有这样。它这一台就是会这样翻起来，我不会讲，就是。这很早就有发现刚才那个啊，刚才被风吹走了。你那个三连跳之前在空中就有转弯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。
你看又直接转倒，真的很奇怪。